要过年了，我们家每年都会包水饺，拿红包，所以今天也是包水饺的一个行程，待会儿给大家看。白菜，我弟弟在切白菜，啤酒菜。大家在忙水饺馅的时候，我在忙摆供桌。韭菜、姜、鱼，腌好的白菜要混在一起了，然后要用挤的，要把水挤出来，挤完有漂亮的绿色，加了一点胡椒，两颗蛋，逆时针一直搅拌，搅拌很久很久。开始包饺子。就完成了，包完了。今天终于出门散散步，跟爸爸还有我弟弟。我现在去找我的朋友。我见到朋友了，朋友在一个滑雪的度假村工作，所以这里很冷，然后离我家大概1个小时多，但是因为有了高铁，所以我大概花了30-40分钟就到了。我们要去吃饭了，好想滑雪。